来继续来看分林二轮乡的喇嘛社区来举办客家歌谣的产业季，一来推动在地产业的特色，保存教安客家文化；二来鼓励乡亲来参与到社区的活动。舞台上精彩舞术表演，让台下民众看个真美，也为活动带来热烈的气氛。李仑乡南麻社区为了活化在地产业，举办这场客家歌谣产业季活动。啊，阮这个主题就是客家歌谣产业季，目的要来呈现的，咱社区就是有吼，咱这交安客啊，这个聚落啊，较早咱的一挂遐的文书，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广，让大家了解。就这个活动。除了想要让村民做到老天，同时也希望让大家会记得故乡的客家文化。这若要比起来，是还讲无简单啦，因为村长的用心啦，你看营造啦，你看伊拄啊讲过啊，这条银奖、金奖、铜都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，让大家对保存在地文化更加有团结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